持人，各位朋友兄弟，大家好。这个功夫拢唔使啊，唔使乎。我演讲会的蔡老兄，伊的名叫做何立松（Harrison）， 这个名在英语演讲会内面写下去。我甲伊同行，偏偏拢是带人出国观光游览。三年半前呢，伊在甲我介绍演讲会的时阵，我心肝内咧想 ，Toastmasters 这个英语名，敢毋是叫做小胖大王诶？莫非伊咧请我食一顿啊丰富的料理？结果第一次会以后，我感觉真趣味。原来演讲会会当办到这么澎湃，这么粗糙。咱的演讲会当靠这个计时，靠抓压，靠讲评来求进步。所谓这是演讲，我知影要伫众人面头前来开嘴做一个演讲，这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。这个困难到什么程度呢？许洋洋国际演讲会现主持的会长分豪兄，伊有一遍在讲，伊讲吼，伊在学收水的时阵，不知要停死啊，我唔敢，我歹势开嘴来喊救命，你就知影演讲多困难。我在做兵，伊我咧训练的时阵，阮内底。有位缅甸来，有位香港来，有位这个越南来的侨生，因故意讲袂认真。有当时啊，你讲啊滴滴嘟嘟的时阵，班长听拢无。有一天暗时，迄个班长在讲，伊讲：“哎，注意，各位学员，以后干那人讲故意，不准讲第五套话。”有一个侨生就举手了，报告班长，我们会军乐办。哦，甲一个大家这个正严肃的这个会场呢，这个时阵呢，拢笑甲笑嗨嗨。这个班长呢，甲伊这个观察面的迄个太面相呢，规个嘛是笑甲敢那太阳同款。所以要演讲呢，确实有影无简单。对台语来讲，一般人对台语感觉讲。台语真粗鲁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常常听到人用台语来错解伊啊。正好一句话，嘛讲甲正粗鲁。比如讲，伊人是真故意啦，打赛都唔敢投降。所以讲哦，在这方面，咱台语有当时啊讲话，记一个咧，这个人哦，你真戆呆。刚刚是靠茶包嘞，死都唔知韩国倒落来。讲有影台语拢这么粗，听袂入耳。不是，我伫台语演讲会内底听到，拢是真水的语言，用起来拢真文雅。常常有人听讲，台语若讲会通，事业就愈成功。台语若讲会水。趁钱啊，趁水！我讲你遐个加一句咯。台语若讲个，总统以为爱请你坐。我嘛常常听你话用语啊，你讲离婚公会红，离地呢公地香。这个算起来有一首诗，叫做《那是到永春》，那是到永春。就爱落雨的时阵，大王的山轮亲像姑娘的温顺；若是到永春，就爱黄昏的时阵，你看海边的暗云，我半边通半边通红像花粉；若是到永春，就爱好天的时阵，出房的海船有时西风，有时温；若是到永春。唔免惊时阵，单单的歌嘛唱起，一时消阮的心悸。你看台语咁水，水在清溪台语演讲会前会长魏惠姐啊，伊是一个外省姑娘啊，
但伊就讲甲哩哩啦啦的时阵，伊可能当唱歌去，咱头家学出来互恁听。我手拿清香啊，买对，用台语唱歌去，无遗憾。您敢有听过用台语唱闽南语？我才有试出啦，包公学不难，您来听看看，啊，听得未歹，唔欢喜，好个声，就来听。威武，王朝武汉，听你来，听讲这个巷口，迄搭乌盆子的乌龟壳，这大概乌落落，真正可疑。速速传两碗来，提本府验看卖。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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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！大林乌龟跳到，哇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！好食好食，介好食。在这方面呢，恁两个优秀，以后本府准备查案过，会树立两个人每人。100万个，廖红兄，今天你实在是听煞你的演讲了，有一个感觉，敢若是说三温暖。我的情绪是起起落落，当你咧讲优美的代志的时阵，我会感觉讲这个所在真正是优美的。当你咧表演你精彩的所在时阵，我感觉我的心跳吼跳到很紧，所以我感觉一个好的演讲，予人的感觉就是。观众的情绪是对你的关关切切。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演讲者，会当讲所有的技巧，差不多你拢有啊。哦，啊，上主要我要讲一点，好在就是你个热情，你有看到无？你咧讲出这个热情啊，你有感受到无？就刚刚咧说起来，你话呾。我咧讲啥物所在时，我咧唱咧比安怎时，我咧表演啥时，你唱个热情啊，都是。那么咧，互你了解讲台语，水是水在倒。我只有这个心去甲你讲。第二点就是自然。我感觉这优点上重要就是你做自然。你看伊唱安尼，人来人去，啊，当人感觉讲伊姿势真济，无对无？你袂感觉讲有面无些姿势？是无必要，是为了表演才来表演，这个是自然啊。你那做得遮自然吼，人会感觉讲，伊个情绪就感觉你个表情啊起起落落。所以我讲这一点是你上大一点。而且我讲一个地方话吼，我真希望讲，有这个经验，邀请来上华做一个客座演讲。今仔日我有这个机会来为你个演讲来做一个建议。他是建议就是，当你在讲的时候，你不要就卖苦，你要直接讲。按讲，你开始的时候是笑容啊，吼。但讲到中间的时候，我感觉你讲得真大声，啊，笑容煞无变。你看我这已经对了，哦，我听你讲过，咱唔知背气的无，哦。啊，如果你若是笑容哦，你看够够多气，够够舒美哦，我感觉真够好笑了，哦。过来第二点就是内容部分，如果你已经。不然那遐济啊，哦，人知影台语的水，如果你若是咱将伊的内容加入观众，不过不遐济的认真，互伊知影要安怎学，即我就无当像你安尼。哦，如果这点啊，小小的、小小的无力啊，可能后边伫你演讲时打理，我相信伫演讲国较水、国较赞，不是？主持人、各位参访、各位委员，大家午安。今天非常欢迎来参加这个节目，
今日中和兄的演讲，咱会知影讲，伊利用这个机会，甲大家讲，讲台语是足水的，很酷。咱若无台语，竟然无办法。所以，伊从开始呢，伊就对下面迄个，还是互你送，互伊会员呢，开始安尼交往经过，伊就感觉讲呢，慢慢慢慢，伊就进入迄个台语的迄个领土内底。所以咱就来讲，这个中和兄呢，伊开始安尼做了呢。伊当然，伊就开始讲，到底台语水利队，伊讲的时阵，伊毋是讲直接讲用水，哦，真水啊，音调真好，伊毋是啊，伊用足侪笑话的话，互咱知影讲台语呢是真正足水，互咱会当慢慢咱来眼光啊，耳仔内底拢会当慢慢当接受这个观念。同时呢，咱会知影讲伊迄个兴趣呢，互咱知影讲，咱会当对台语有兴趣，有兴趣了，咱会慢慢会当以后咱可以参加。台语社啦，还是参加这台语演讲啦，慢慢咱对台语的兴趣呢，不但有咱会进步，又会当有成功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中文兄，我是足钦佩你，你一步一步来，哦，真好。同时呢，最主要就是你讲的迄、那个会当吼，工作者，互大家会当大笑大笑，这吼、個，当然大笑是好，但是大笑好的中间，就是讲咱这个，咱的台语啊，台语啊，这讲的。那这个观念呢，会当深入。但是呢，不只是安尼，咱咧中央遐伊个身体的动作，含咧手势，拢真水。你看伊遐就是咧开车，伊两个摇咧摇咧，两个摇咧，这有些好处，就是讲咱咧中央咱会当对伊观念当接触，这是最好一个方法。啊，更是这样呢，你看伊不是安尼，伊目睭安尼对倒边到下边，对下边到倒边啊。都无相，一个人拢无要相对，这种真重要。啊，若讲到这，伊个要甲建议呢，是也出歹建议，但是有两点的建议，第一，伊讲个做 Toastmaster， 咱伫台语话，咱从尽量莫讲 Toastmaster， 咱讲个做台语话，也是国际演讲会，安尼较特懂哦。啊，这是这样呢？那你讲演讲的时候，咱上好呢，咱就讲台语片学较好啊。比如说，咱就来呢。去读册，还是参加演讲会，还是呢？伫厝里喊时阵，咱加减讲，安尼有一个具体做法呢，较好。总讲一句呢，这个演讲呢，伊发咱一个启发。有正多讲面就是讲，咱即个结束了，咱已经是会员的我，我会搁好啊，搁学习台语，会当搁想起真好的台语，会当出现。同时呢，无参加台语会的人呢，我相信讲，大家拢会有一个想法，讲那无。参加台语会一定会后悔，所以呢，我相信讲马上有人会参加台语会。多谢，谢谢。主持人、各位会友、前辈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真感谢很多中和兄，给我们一场这么精彩的演讲。我来当记者，做中和兄的讲评人。我真正是欢喜，这要安怎讲呢？因为我一个初选经验不足的新进会员，会当对这么精彩的演讲者来做讲评，真正是当给我学到真多。就是参照讲中和兄，伊的声调这么活泼，相信咱任何的地方，搁较无注意。有这尼啊活泼的声调，在互咱听，嘛无人过来杜甫。啊，搁是故意来讲，故意来讲，伊的内容真正是趣味。咱学校内底搁较无聊的课，来当用这尼啊好技巧来去讲授，我相信。无一个学生啊，上课会拄久。我这尼啊，无内容的讲评，嘛听起来较袂啊，尔啊无聊。所以，这拢是我会当对中和兄身上所做着。啊，再来讲伊的新骹手的语言，非常的传神。我们会当除了透过声音，咱的耳孔来了解内容以外，再当用目睭看，会当看演讲。这有那是我感觉真佩服的所在。
像我即马对谈到讲到即阵，我无点动，这个一个看的。这样精彩灵感的，我只有一点小小的来意见，就是讲我对头听到尾，我三路中和兄的白鹿，啊，除了这以外，真正是精彩，所以最后我要做咱中和兄来讲一句。伊真正精彩，精彩，真正精彩。像咱这种比赛呢，也当较常参加，因为讲一届，互人评六届，所以差不多大当你也当出去带团，唔免来听。